想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四场。那我们的第四场是。我坐这边会挡到吗？不会。OK 的。台师大的 NTU Team Two。还有再来另外一个是中兴大学3D 汤姆斯。此次。好，那 OK， 那我们现在首先是要决定谁当 A， 谁是 Team A， 谁是 Team B。那对队长，你们是要丢硬币，蔡雪来丢硬币。他们丢硬币。那你们要选人头还是？我们要选人头。拿人头，那你们是谁？OK， 所以人头是后发，你要后发，所以你要当 B， 那你们当 A， 可以吗？好 ，OK， 那所以 A 的话是先报告，然后后面的讨论是 B 先上来讨论，然后最后 conclusion 的时候是 B 先讲。OK， 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审，我们评审有一位是中原大学温文玉老师。对，好，谢谢。是中兴大学施明志老师。我想现场都应该是早上当你们评审。OK， 那我们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Funnel and Fall。OK， 那我们就OK 就开始了吗？好，然后我们是 NTU Team Two， 然后就是，然后我们所有这三个，那我们就开始进行。那首先，因为方方云豹它整个物理系统，它本身是在一个有限的流体，所以我们设计把它想达到。因为如果我们用的是一般流体的话，它的很多东西就不能使用，所以我们把它想达到。然后就是从下方看过去跟从侧边看过去，那我们进行下来。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假设一个收缩过程的管道，那我们可以得知截面积大概有多宽，根据圆心方程式。可是虽然说它是，它并不是一个理想流体，这个会有点错误。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先暂时近似去推导它，因为我们只要感受现象。那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发现有侧压区跟逆压区，然后压力最小的地方会在正中心，也就是说它的管径是最小的地方。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流体在物理系统。其实它主要跟三体的关系有关。那我在旁边这两点啊，它我虽然画的是直，但是其实它应该会跟，因为它本来是两距嘛，我并还没有画一点，所以我现在是这样表示它的直它的走向。好，那根据流体大致方向，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这样的收缩管道，因为我们这样是比较好分析它的，因为我们时均的突变，随便切都可以切出。可是我们要切这些管道，就是要分析它的剪应力。要分析它的剪应力的话，我们要把它变成垂直，对不对？那就是它其实这是用能量守恒去就是算出来。那后面还有一个它不是指它的摩擦力造成它的能量耗散，机械的耗散就是地震嘛。那下一个，所以我们可以假想它在这个管道管壁中会造成一个这个方向力，跟另外一个管道造成这个方向力。那下面这个是。压力大，压力那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管道推出来，下面的压力肯定会比较大，所以它可能就往上，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往上的能力。好，再进行下一个，那就是我们一直做的实验，大家洗铅器有这个动作，虽然有一点不清楚，但是这个管道它比较长，所以它会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大概试过是在机械高度会洗铅。是会被吸起来这个角度，那我们就下一个。那这个管道相对于比较短，所以它在比较高的地方才产生足够的吸力。那过程，慢慢的才会吸起来，要比相对蛮高的地方吸起来。就是因为那一面我们看哦，当我们在上升的时候，它慢慢的形成管道，它才被吸起来。那我们就下一个。就是如果当这个情况完全没有不可能会产生管道的时候，它就会不会被吸起来。那因为我们这个高度已经非常高，可以看出它是不会被吸起来。好，我们再进行下一页。就是虽然我们考虑的使用是保特，那它虽然整个形变成直，就是像这个这样的结构。
但是我们可以找出它一样可以收缩跟扩张，啊，一样可以表示它的，表示它的那个性质。那你们要上这个题。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有它的 log， 那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地方会是一个大气压力。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得知，它们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流速上面流速依旧比下方快，可是它还是会被吸起来。所以我们得知伯努利定律有个前提是，它必须要在同一道气流才被什么伯努利定律。那我们把它化分成两个气流，然后再进行解释，就是认为我们的整个整体时间是合理，就是那个理论是合理。那我们就下一页。那因为我们时间并非影响的，真实流体主要会有三个因素决定它的方向偏差性，就惯性定义、自力更加的因素。那当如果我们速度不够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边界怎么会分离，可能造成什么波动。但是我们实验基本上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个，因为这些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因为它必须使用可能类似水烟啊，然后去看它附近有多差。那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精密的去进行测量。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带缺点，不过我们想流速多快，应该是可以成功的地方，对不对的效应。那下一页。好，那我们公主分析的物理模型呢，它是穿越的。那我们可以查到它在大气压之后，它粘度系数是这样的，使用的环境是不是在它的气流，我们使用气流速度是超过20公尺以内，那使用的环境为18mm，再考虑粘度系数，算出来最低为5万。那好，可以使用目的 chart 分析一下就行。那我们风阻分析呢，是由于相对它的有机液体，所以我们认为有一个二分之一 log 那个晶体光的方式呢，并不是很适用，所以我们把它分析成它是管道的剪应力，所受的剪应力去做。那内层的剪应力主要受到是它的固壁的影响，所以表现是流体的粘性嘛。那我们另外到一直到完全穿流速，那这个是我们先假设它是光滑管道，但是那是有定义到的，如果后面会提。那完全会分为细晶跟散热组成，完全穿流跟缓冲层跟粘性组成。那我们已经很在一直到完全穿流层中，很多都是表现成恒温力，就是它本身的动量交换产生的纵向跟剪，就是法向跟剪应力。对，那它的粘性做几乎一样是可以预计的。那外层呢，它是波度波量。波量是很大，所以它流体结构非常复杂。那假设我们今天是管道，它上面如果这是一个平面的话，它在上面会有一个飞流出来，那这边就会产生一个很波动的时，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定值。那我们进行下一个，但是我们就是管道。好，那这是它整个剪切条，就是我们都是自己套的，可以比较精确。不过就是这边那个尼古瑞的结论。那我们首先我们可以考虑斯威特的罗斯方程，那我们可以把潜力表示成这样。那其实后面只是一个 a， 但是在管道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想甚至二分之半径，也就是说是四分之一的直径。那达西诺穿因子定义，再加入它达西诺穿因子定义，就可以改写成这样。那这个 LPD 比较重要的是它是流体压力，比较流体静力学的压力。L 是管路的长度，D 是管直径。那因为它是流动的平均速度，那重要的是因为我这边讨论是位移，所以这边说它的象征速度啊，跟这个交叉力，我们都必须要表示成时间这样子。啊，下一个。好，那我们先把管道切成无限长，就是每个都是一个圆管道，我们把它这样假想。那在每一点的 tau 两个表示成跟 x 有关的函数呢，我们就可以再求出这个积分之后的单边的风阻合力方向。那这边是零到，那如果所以我们习惯查到它有转动倾向，就是因为风阻因为本身定它是位移，再来是我放上去可能会有偏一点，那造成它风阻的倾向就会造成一个合力矩，就造成它的转动。那下一页，对不对？那我们实验设计这样，找出刚好被吸起来高度，因为你这样可以反推算去反推算出它吸起来所受的压力，你所受的力。那我们最附近 A 点跟 B 点，在速度差做出能量的线性呼应，那压力我或者使用热线风呼吸。那下一个，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实验没办法进行一个分析，第一个是我们必须知道 B 面的速超度，那还有我们使用的漏斗跟球的速超度又不一样。那同样是塑胶，但是根据它的打磨技术或它的速超度的单位是长度，那我们通常用 mm 或cm 来表示。
不同的炮攻技巧，它的出场度可以差很大。那我们可以配合目的枪，它的导出它的打心火差一个指标，再带动它的紧密的攻势。下一页。那我们还有一个是风速计测，就是风速测量很困难。第一个，如果我们使用压力计，我们使用三旁面积必须要等同于我们所切面的地面。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量到的压力肯定是风压加上气压。那如果我们无限往外延伸之后，找到一个可能气压相对比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推出那边那个地方的风速。但是我们是要使用三旁面积，一定要等同于地面才可以导出这样的结果。那再来，如果我们使用热线风速计的话，你测的风速可能在于外层，就是全部那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可以比较多测几次来解决。但是最后一个是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使用的体积相对有限，探针会不会影响？不是很好，所以是只有探。我报告目前的话，对，谢谢。OK， 谢谢。那接下来就是 B 队，请你进行报告，谢谢。大家好，我们是三 D 汤马士，然后我是主，就是报告者是游览的，剩下两个是组员。然后问题描述是那个我往漏斗往下吹气，那再来说吹气，对，就是乒乓球吹气，乒乓球应该被吹走，但是它却被吸起来，所以就要解释这个问题。然后示意图长这样。然后我们实验目的就是找出一个合适的数学模型来描述这个问题，然后并且找出我球是否会被吸起的一些可以判断的关键。那首先我们先做了力学的分析，就是因为我气体在吹的时候，流速快的东西，波恩定律告诉我们它压力也会比较小。那因为外面有大气压的关系，造成一个压力差，那我就会对这个球造成的作用力把它往上推。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等式，当这个等式带等零的时候，就代表合力向上，那么球就会掉下去。那我先讨论压力的作用力，就是 P1 是在管内的大气压力，管内的压力，然后 P2 是大气压力。好，下一个。然后由波努利定律推出来压力大概是多少，然后再计算压力差值。接下来是风阻的问题，因为我往乒乓球吹气，那乒乓球会受到我的风的阻力，所以会有一个向下推的力。然后这就是阻力的公式。那接下来就是把刚才那个等式三个力合力做一个整理，那得到下面的式子。然后我们的就是V0是我从那个我一开始吹出来的速度，那 V1 是我达到球附近的时候风的速度。那因为用连续性方程式来做一个换算，然后可以得到以下的式子，但是因为那个delta h 是代表说我的帮浦打气的那个高度到我那个漏斗跟乒乓球接触的那个截面的高度差，那因为 delta h 我们尽量控制在很小的部分，所以之后等一下会解释，就是我会把绳给你。那我们器材主要有打气帮浦，然后它的那个流量是这样子，然后塑胶软管，然后我们量它的口管口半径，就是可以算管口面积，可以。然后我们漏斗是自制的，就是用塑胶板然后割个圆形之后，再剪掉一部分扇形之后合起来，成为一个锥形的漏斗。然后量测器材主要是这两个，有标尺跟量角器。那量角器是一度的，然后我们就是计算乒乓球跟漏斗，就是它的截面的半径，乒乓球跟漏斗切的那个截面的半径，跟我这个漏斗剪掉的角度啊，还有就是它扇形的角度的关系是，对。
然后我们就是捡各种漏斗，然后让漏斗吸那个球，看看这个漏斗吸不吸得起来。装置整体大概长这个样子。那再来是模型简化的部分，就是我重量，因为乒乓球的重量其实跟前面等式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大小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就把前面等式的这部分省略掉，然后这样就只是计算重量。然后再来是因为我速度其实是蛮大的，那我就可以省略掉邦普跟那个乒乓球接触到气体的那个垂直高度的关系。然后最后我就把模型简化成这个样子。接下来我算就是我的漏斗到底要做到怎么样子，会刚好是球吸得起来跟吸不起来的分界点。然后我们算出来它的跟乒乓球跟漏斗相切的那个半径应该是4.多mm， 4.03mm。它实验方法就是影片那样。然后就是我们比较各种漏斗，看它吸不起来，吸不吸得起来球，然后再做记录，然后我们就得出下面。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8度代表说我减掉漏斗的8度，然后再把它凹成一个锥形，形成一个漏斗。然后它换算之后可以换算到截面半径。那我们的理论值大概它截面半径是 4.3mm， 那就是减了7度之后再凹成这个漏斗。那我们实验的结果发现，我确实8度的那个漏斗是吸得起来的球，那是7度的就吸不起来，就是跟我们的理论值是很符合的。那接下来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实验值跟理论值其实是很符合的，所以说我的数学的模型是有一定参考价值。那结论就是我们最后有得出那个数学模型，还有找到分界点，就是切面半径是在 4.03mm 理论值，它就是在介在这两者之间。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相同的实验器材，就是包括我们打气方谱，它有一个相同的那个气体流通量。还有我们相同的塑胶管，有相同的板接面积。然后报告到这边，还有那个最后是那个参考资料，好，就报告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OK， 接下来是2分钟的准备时间，让双方等一下可以问简短的问题，那用来厘清一些简单的不清楚的地方。等一下问问题是由 B 队先向 A 队问。OK。
OK， 准备时间结束了，请双方的那个报告者在台上。那请3D 汤马斯队先开始问简短问题。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最后有一个等式，就是当等式成立的话，球就会吸得起来？就是有等式是什么？我刚刚有看到。哪一个等式？不好意思，第几个？没有，就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个等式，就是可以一条式你就判定它球会不会吸起来？是这样，因为最主要是说。本身我们在分析问流的时候，它就是它的水军速度跟它的管，就是水军孔内的速度跟它的管壁的速度差不多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认为可以直接使用速度去分析，因为第一个层流它的速度孔面在最高速度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这个有点是个 peak， 那如果它是问流的话呢，它会比较平坦，所以我们不认为可以直接用速度去算出它的那个就是一条本质，那我们打算是算出风阻。加上重力去反推回它上升能力，所以我有讲说，我们实验的是想要刚好找出它刚好吸起来的高度，但是我们只用肉眼去判断会有误差，因为其实我们正在做的时候，我发现它误差值可以到两米，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利用宽波之类的。那需要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实验数据嘛？就是你说那个压力，那你反推来的压力就好。这地方也是一样，因为重点是我最后讲风阻。我们光计算风阻的地方就已经有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对测试它。那那个这边有一个不好意思的问题，就是小弟才是学浅，那个想请问一下湍流和涡量到底是什么？湍流我可以讲说就是一个点，就湍流就是它的灵活度比较大，就是指它会从不同形式去得到能量。那涡量是它的一个参考性质，就是假设这有一点，它有三个维度，它从三个维度进行方向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用去涡量去解释。那这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空间等级的影响，叫做量单子，就是材质它本身的有点类似，可以说是它的乱度混乱的顶级。那所以我们讲它的传感，对，谢谢。它是一个物流重要材料，就直接。OK， 那接下来请反过来 A 那个。好，我们讲因为你要打开问题，跟我们现在是不太熟。那我们先用时间好，因为第一个。我们想知道，你们第一个，你们实验所里面计算风阻是用进孔量跟它的截面体积做运算。对。那你们确定它在流进那管的时候不会有机械的耗散，造成它风阻的减少？没有，那这是耗散是一定有，但我们暂时不考虑，因为就是距离很短，所以就距离很短，所以不考虑。那我再请问一下，因为你们。本身吸起来的夹角跟它本身，因为你是用风速去算出它那个角，就是你的角度跟会直接跟风速有关吗？因为它前面先那个角那个角度就直接跟我的截面积。那可以用到你直接速度来表达，谢谢。因为你们的肉头相对于是比较平的，那你们减去的角度会不会跟肉头？因为我们要探讨主要是肉头它本身的张角。但是你们减去的角度，有办法直接换算出来？前面有一个等式，就我减多少度可以换成这样角，但是主要我们是直接换成半径这样。那你们确定那个张角不会跟它的自由喷流？就是其实你测出来的东西是跟它的喷流的自由喷流的几何性质比较相关，因为我们知道自由喷流的张角是在2.2到3.0之间自由喷流。就是只说今天有管件的东西。从这边从风口喷出来之后，它本身的张角会是大概20度到30度之间。那你们表现出来几何东西，如果那个风口会比较表现出是这个风，就是这个几何东西，对，就是自由喷流，它喷出来的气流的张角会比较类似这个东西。所以我对对，所以你们的实验室是要保留看一下。对，这我们比较讨论，不好意思，我们谢谢大家，然后分享这。结束了吗？ OK， 那接下来是有2分钟准备的时间，等一下进行的时候，roughly 是每队可以主导4分钟，但是因为大家的题目是一样，所以我不会特别停下来，所以你们自己决定谁要问对方。OK， 知道我意思吗？啊？基本上 A 或 B。你们两个谁先问都行，就看谁先开口。
退场时间吗？OK， 请两边开始你们的讨论。那谁要先开始，或是占多少时间，请你们自己决定。你要先问，对对，我先告诉你。好，我们邀请。那我先想请问你们器材的部分，就是你们进来就是我看是直接喷枪往下一喷，然后那个是一个塑胶瓶的完成。对。然后我想请问一下，那我刚喷枪喷出来之后，如果你知道我气体。为什么会全击这里？我这里也是，它的确我也不用，就是它比较类似是，就是喷油出来的气体就行，就是喷油二十度到三十度的样子。可是既然如果以喷油出来的结合弧形，它都可以吸起来，那我们是可以反导推说这个结合弧形可以让它吸起来。而且我们主要是看它有没有形成管道，如果它的结合弧形可以让它吸起来，然后并且形成管道可以吸起来的话，但是像这个它一样是头在结合弧形，但是它并没有形成管道，它就是吸不起来。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描述这个现象，所以当然我们这个喷油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后面做分组封组的实验，但是以这个实验以单纯探讨它的结果来说还是合理。那我就根据你刚反馈的部分，就是我记得我们这个实验的应该是要导出一个关系式，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看到，就是你到底怎么判定我球会不会吸起来，就是你解释现象是。你现在解释了某个部分现象，还有解释另外一个部分现象，那你没有把它串起来。解释一个部分现象，可是一个是风阻，一个是往下，一个是气体往上，加上重力又怎么会往上？重点是我们用什么角度中，就是本身温度的计算非常的复杂。那我们也在设法，所以我们有很多用很多的近似解。那我们风阻也是用近似解在哪？因为我们风阻还没有测出来，我们已经讲说我们这两个的实验到底做了多少？你说我们实验都有实验结果，实验结果主要是呈现这三个，后面两个我们讲过，我们是想到这边都是理论啊，我没有看到实验结果，起码也要有数值出来吧？会有数值出来，那我现在封锁的地方，但是我们讲过，封锁本身测定它还有目前定的困难度，我现在是没办法大概估一下。问刘怎么估？我反问一下，问刘该怎么估？他问我们时间，我们本身问刘他的。它的温度是因为它往三个方向的度量是一个不一样，我们该怎么去估算它？当然了，所以我们是因为我们主要探讨这旁边的比例，那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风速，那风速的设定是球附近度量的风速，所以我们应该找到一个较为要估算应该是估这个附近，像我觉得你们有估出来，如果你们实验数据是 OK 的，那我觉得你估出来，我们可能可以套用你们之间的关系嘛，那可以合作一下，对，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那我首先来问一下，因为理论模型啊，我就讲风阻这一块。
那你要怎么解释管道这个东西？如果以你们风土力很好笑，该怎么解释管道？对，我们没有解释管道这部分，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把乒乓球贴在那个上面，然后让它吸，它吸不吸得起来？那我们先不管转不转动，它吸得起来，那可以在那边停很久。那我就认为它是可成立的。可成立，可是你看本身风阻，那我问你风阻它的东西，你一定是用什么？速度是用什么东西定义？速度是用那个载气帮补的流量，它主力管经验机的。对，可是本身那条公司有个大前提是，我们本身它那个 U 的那些就是无限流长，就是它的速度是一个恒定值，而且是相对在其他点都是恒定值。我们这个速度不断在变化，你那个主力公司，我认为用在这个方式是不合理。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它 U 值不在那边，在全球数据都不在那边。U 是什么？就是速度流畅的速度。因为如果说有加那个水军量，对，那如果是 U 就是指它的流体的流速，那流体流速如果是混流的话，我们就必须采用水军量。那你们那个公司其实是在混流情况下也是合理的，可是重点是你们风速是不断的是在改变的。那它也不同水量，因为它本身的风速就差很大。那我为什么想说有无限？我们通常表示那个 U 表示成 U， 然后下面有也是表示成。那就是指说那个无限流长它本身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每个风阻都是不够合理。简单来说就是，你们那个每一点，算在每一点它的主流速度都有点不太一样，对，都应该说完全不一样。但是你们那个公司是指说附近的风速都基本上是一样的。才能使用那个风阻公司。对，但我用的这个东西有没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漏斗就是大家看到就是很平，所以其实我气体碰到那个球之后，基本上就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平面。可是那本身就像我刚才，它还有本身的几何性那个张角，就是它的那个边界值就是0.9，我觉得那是自由速度，那有点类似就是它会是一个张角，所以它速度还是会改变，就算你分出来，你也不是整个流长。整个大空间一起往下流速度，所以我跟你们的风阻依然是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要解释一下？你可以认为有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没问题。就是既然我气体吹进来，那我一开始乒乓球是压着的，那起码是等气体全部把就是充满了这个空间之后，球才会开始有一个动态的，就是作用。因为球附近的流长，它的确你可以把它近似成一个定值，可是重点是你测出来的风速是从。那个光谱机它的流量测出来，对，但是它本身这两边的风速肯定是不一样，我感觉肯定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你依然会觉得你风速是肯定？就其实你放在就是近似一样，就是不要太管摩擦力，不要考虑这部分。可是真实性一定要管摩擦力啊，这是很重要，一定要管。那我们至少实验知道得到的结果，跟我们所以我刚刚说我。我对你们的实验经过保持一定的态度，就是往右说报告。好，那你们有什么可以说的吗？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颗球是什么？一样是乒乓球，直径你一样是，就一样就是两一样。那我们都有特别去看它转动，所以我才想到你风阻的方法去描述它的转动。可是你在影片上看起来好像是。好像是乒乓球，好像不是乒乓球，好像模仿我。可能是因为黑点，然后对，就是这颗球。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那我继续。然后再就是说，你们有量那个截面吗？描述什么？因为我想过，我们这边是主要是要描述它的现象，所以这个实验是为了描述现象去做，不是精准确认、精准的测量它。精准测量理论上在风阻，可是因为一些因素，我目前还没有进行。就是你们，就是我觉得你们这边还是有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一个细则。那重点是没有一个细则，那因为风阻地方是要去测量的。那我很简单跟你讲，是重力跟风阻会等于它向上的力，它刚好可以吸起来。嗯，那你、那個、就是这个东西啊，没有可能。不是前面解释过，那我们现在就重点是我们风阻这样说。那因为理论也要想时间，实验也要花时间，这都是要花时间。那我们就比较着重于那个来还有什么问题？好，没问题。谢谢。OK， 既然讨论结束，所以接下来
三分钟的时间给两队做准备做总结。那结束准备时间完了之后，由 B 队同学开始先做两分钟的总结。OK， 准备时间结束了，我们请三 D 汤马士的同学先开始报告你们的结论。那我们结论就是说，感谢对手提供我们我们班上的想法，就是那什么蜗牛啊什么，那我们都不懂。但我们之后就是可以讨论这部分，因为我们目前就只有用三 D 定律，就用压力差的部分来考虑，没有考虑流体在球附近那些流动的细节。所以很谢谢对手，然后我们之后可以进一步探讨。那还有塑胶管部分可能会对气体造成摩擦力，我都没有考虑到。但未来可能可以就是让塑胶管的长度变小，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大概就是这样，谢谢。那接下来请 NTNU Team Two 报告你们的结论。那好，我觉得。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风阻，就是我们在计算风阻的时候，那个地方我们不能使用高温很强，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担心它的自由平衡就是那个紧急会有效。那如果我们改进对方提供的数据及实验，那如果他们我们可以做一次同样的实验，如果导数结果是一样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公司去近视你们的实验。对，那再次谢谢。OK。那既然大家都报告完了，那评审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先问 A 组啊，那个 A 组，你们觉得球到底吸得起来吸不起来？吸得起来，因为时间结果吸起来。
那是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他吸钱？就像刚刚产生了广告的压力，所以变成了。因为我帮你们地图都是吗？对。因为这两段压力差，如果根据就是我希望它是正确的，那这两段压力有可能就是一样，那它就会产生一个惯例，但是这个惯例会比较相对低一些，因为重点是我们放的肉。这个压力差最要注意。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同时要你说这个压力差怎么？对啊，你说管道很大，收管道的关系啊，造成它的，所以是本末力啊。所以主要是本末力吗？对，是这地方依旧是本末力。对，可是如果所以只要本末力就可以让它吸起来，吸起来。对，你理论上还是不努力让它吸起来。那这样子的话，你为什么需要考虑跳过？因为重点是我们这个，因为管道它本身会造成的压力差也是不努力推出来的。那基本上，如果我们今天就像我刚刚讲，假设我们在这边架设一个漏斗池，它们下面是大气压力。但是你说既然本路你就够了，为什么还需要特别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特别设一个管道是吗？不是，为什么你还要考虑特别的东西？为什么你还要考虑湍流或是涡流？哦，因为涡流它本身是一个能量的点，所以能量低它不可能是会打破。但是因为湍流它本身关系不是很多方向都有差异。那我们主要谈。所以你考虑本努力不够嘛？你考虑本努力不行嘛？才需要考虑特别。那肯定是这种。那我们考虑特别的地方，都主要是在简易。如果本努力够的话，都不需要考虑。可是他这样不能讨论风阻那里，就是往下风阻的地方，他无法讨论那个地方。风阻力是主要是哪里来？就是本身就像刚才，它本身是来自于流体的引力。Inertial drag, viscous drag。那个惯性力，对，粘滞力还是惯性力。在附近表的话，主要是粘滞力。对，粘滞力，你有个 Reynolds number 是吗？你不是有个 Reynolds 数吗？对 ，Reynolds 数多少？你说我们算出来的？对啊。对啊。哦，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讲，Reynolds 数一万，为什么还要考虑粘滞力呢？如果这不是我们刚刚有个这个计划。对，叫是蛮后面的对，这里，因为那个斯克托斯方程本身不管是讨论成，你连弱数已经是10000，为什么要考虑粘滞力呢？连弱数已经是10000，那我上连弱数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为了表示它的那些乱数，对，连弱数的定义是什么？你这个算的是连弱数的定义，不是惯性力跟粘滞力的比吗？对。那已经是10000了，就跟你讲说粘滞力不用考虑了。可是你这，好，没问题。我考虑请问第一组，你为什么只考虑惯性力不考虑粘滞力？就是因为联络数够大就。你有算联络数吗？没有。你们俩真是互补。所以根据你的算法，你只要截面积，你是由截面接触截面积来决定。对。如果你考虑你的方案不是一个伞形的，而是一个三角形或者是矩形的，你的结果还会一样。那我们其实有做过，就是直接拿圆柱弄，但是结果会稍微有不同。怎么样的？但是那是在比较大半径情况下，就是在我小半径情况下，因为它几乎都接近截面，所以。目前的结果是差不多，只有我们都在上。好，我想你刚才可能错过了，你有一个公式里面有一个那个应该是空气的 drag coefficient CD 是吧？那个 CD 里面怎么算？CD 就是用乒乓球，就是当做那是球，然后用那个球的那个什么系数，空气是风阻系数，就直接用。对，就直接用查到这个。所以跟乒乓球材质那些没有一定的关系，对，没考虑，只是几何形状得到的一个数字。只考虑几何形状。OK，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先给分数。那等一下有任何 comment 再给 comment。那这个，那个。旁听同学的
单子要收了。好了，好了，那我们首先给分数是给 A 组 NTNU Team Two， 那分数是6分、7分和5分。那再来是这个3D 汤马士，那是7分、8分、7分。那我在两位老师在整理他们的 comment 之前，我先给个简单的 comment 哈。我觉得，我这样听下来哈。首先，我觉得3D 汤马士，我早上听过你们的东西了，那所以晚上有点累。呀，就是你们稍微好像有在整理过一下。不过 ，anyway， 我想主要的就是你们把一些这个实验的过程有稍微把它剪在，不论就是有点像是不要先讨论太多细节的情况下，先把它做出了一些东西来。对，那我觉得这个在实验上算是一个很不错的 approach。虽然你的东西不是很精准，但是至少已经有一些简单的 trend。OK， 那今天下午听到你跟这个 NTNU Team Two 之后，忽然发现你们两个应该主持一对。对，那我觉得 Team Two 这边的问题哈，是你们的确考虑很多的细节，但是似乎你们考虑太多了，所以你们把太多细节看得太重之后。你们做实验上头就被影响到了，就觉得啊，我这个要量，我那个要量，我这个量不好，那个量不好，所以就先不要量。然后最后的结果变成一直在打圈圈。那我必须要讲哦，其实你们这个实验很多流速啊、压力那些东西，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难量，尤其是你要量的 local。所以通常我们的做法会是去量考量的位置。然后其他位置是用，你可以用那个在被限制住的流体的方式去推论，至少你可以推到那个 funnel 的口是 safe， 所以你到那里是 safe 的，事实上你就已经比什么都没量好非常多了。所以我会建议你们接下来如果要做实验的话，用这种有点像学他们那种方式开始做，然后。至于你们流速，你们没办法量出精确流速，至少我知道你们那个喷口是可以量，是可以开 size 的，所以你其实可以先用喷口的大小，或是那个调压器的大小来得到一个大概的数值，因为你知道那个调压器的压力跟流速的关系 ，roughly 是正，或是根号，或是平方正，你这个是推得出来的。那你有那个数值之后，你只是差一个正比系数不晓得，那你就可以先得到一个简单的 chart， 然后中间剩下前头那个正比那个比例系数，你再想办法弄就好了。知道我意思吗？就是稍微模仿一下他们，大概你的成果也会很好这样。OK， 两位老师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我想我的 comment 跟徐老师基本上是一样的。我想 NTNU 你们的理论真的很强，可是因为理论太强了，就妨碍你做实验的动机。所以你们实验没做，基本上真的差很多。你们真的是想太多了，因为实际上来讲，通常我们都会简化，先不要想那么多。我就觉得这是这样的建议。那你们实验做得很好，可是第一个想太少，想太少。我想就是差不多了，但是就是说，我想说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实验跟这个讨论的东西，所以你应该是以实验为主。比如说你刚才做他们没有做，就是说你这个什么距离之下可以把它吸上来，那其实没有在做，那你就把它量化，就取 data， 然后你的理论应该是说你现在的这个实验结果你没办法用你的白姆利理论解释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加一些 fancy 的这些东西。而你们现在是反过来，但有可能是你们时间不够，就很强的理论，这也是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好不好？谢谢。